在上次的节目中，儿童天地带领大家来到位于恒春半岛上的恒春热带植物园来参观。在参观的过程中，让大家认识了种植在这里的各种有趣以及珍奇的热带植物，并且顺道浏览了位在园区中的森林游乐区，完成了一趟充满知识性以及教育性的旅行。今天我们还要继续来这里参观，不过参观的主题已经和上次不同咯。这次我们要来这里深入这边的生态世界，研究这里动植物的特性以及它们适应环境的能力，做一趟既有趣又神奇的热带丛林深度之旅。好啦，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小皮啊，这条路可真难走哎，到处充满了荆棘与蔓藤，哦，走起来可真辛苦哎，走了半天才走了那么一小段，还出了一身汗呢。哎呦，你也奇怪了，没事干嘛要跑到这里来参观嘞？自己找自己麻烦嘛。哎呦，你哪知道啊，今天我们要研究的主题就是恒春植物园的原始生态环境，而这个环境呢，在学术界被归类为热带季风林生态，而它的特性之一啊，便是枝桠密布，藤蔓缠绕，行走困难无比。哦，原来呀，所以啊，我们要到这里深入研究，不可避免的就得碰上这种麻烦，对不对？是啊，原来就行走困难，再加上现在我们所到的地方被划为生态保护区，禁止一般人进入，所以啦，小路更行荒废，行走啊也因此更加困难了。哦，那我们真伟大耶，为了研究这里的生态环境还花那么大的功夫。哦，我就为自己感动耶。你呀少来了，被我抱着坐享其成耶，还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哎呀，陈姐姐，我想啊，这不是重点对不对？重要的是我们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到这里来，是不是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嘞？哎呀，没有问题的啦，因为热带季风林的生态啊，不仅多变而且丰富，所以啦，今天想要满载而归是不能办到的。哦，真的有那么精彩吗？哦，那我们赶快不要耽误时间，把时间呐通通节省下来，去多认识几种生物吧。好，我们就边走边参观，一起来探访热带季风林的生态奥秘吧。走，走，出发喽！恒春热带植物园中设立了一座生态保护区，它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这座台湾唯一而且是仅存的高位珊瑚礁原生林生态系。它保护的对象除了林区之外，生活在其中的动植物也涵盖在其保护的范围之内哦。但是啊，本区仅仅供研究用，是不对外开放的，而我们呢是经过申请之后才有幸能带大家进入参观的。这片生态林基本上是属于热带季风林生态系，但是因为这里的地形是属于高位珊瑚礁区，两种特殊因子相加起来，使得这里的生态系更为特殊了。今天一开始我们就来研究研究这个生态系有什么奇妙的地方吧。首先我们来认识认识什么是热带季风林。热带季风林主要分布在季风气候区，因为啊，季风区在一年之中并非全年有雨，至少有几个月的时间不下雨，或是雨量十分稀少，因此造就不出很高大的森林树木。虽然如此，林下却长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植物，有些植物呢
叹气时还能落叶呢。这些啊，都是季风铃的主要特色哦。接着我们再来认识认识什么是高位山胡椒地形。恒春热带植物园区的地形为一个以高位山胡椒为主体的地形，由于高位山胡椒土壤少，土层薄，蓄水不易，附着困难，使这里的生长环境变得更为特殊了。奇特的季风气候加上高位山胡椒地形两项复杂的因子，造就出这里极具特色的植物生态。因为季风林中在雨季来临时雨量很大，湿度非常高，使得土质松软并且含气量小，这里的植物为了要适应这些恶劣条件，就发展出了一些特殊的构造了，例如板根，主要是为了能加强吸收空气外，另外呢还有就是能够强固固着的功能，使大树不至于泥土过于松软而倾倒了。另外啊，还有些树为了适应这里的环境，则是生长出支柱根，像桑科的白榕。支柱根的作用除了能当作呼吸支柱之外，还可以用来延伸领域，成为生存竞争的利器呢。在季风林中，由于温度高，湿度大，植物种类繁多，植物生长快速，使得林冠罩盖度高，阳光不易摄入。因此呢，植物们为了能摄取到充足的阳光，往往会努力地向上生长蹿生，竞争非常的激烈哦。在其中啊，有许多攀援植物不花费无谓的精力去生长茁壮它们的茎干，只需要攀附在其他树木或架子上，就能爬到森林的顶端，享受阳光的滋润。这些植物大都是利用无定根抓牢支持物来向上攀爬。不过呢，有少数种类是非常特别的哦，例如印度鞭藤，它们啊是利用树叶的叶尖来抓牢支持物，在它们叶尖的前端如同细长的卷须，能用以缠绕他物向上生长，以争取可贵的阳光。这些借别人茎干向上爬的攀援植物，有时在向上爬的过程中会不断的长大，紧紧缠住寄主植物，影响它的水分和养分的供应，导致寄主死亡。这种攀援植物我们就称它们为缠乐植物。像眼前所看到的这种圆尾藤就是一种缠乐植物。不过啊，这些缠乐植物有时会遇上对手哦，例如茄冬树就是它们的克星了。茄冬树生长快速，如果遭到蔓藤植物缠乐，它们啊马上会进行反包围，用惊人的生长力将蔓藤植物包裹起来，反将一军。在季风中，除了有这些特殊的生态外，它还有另一项特色，便是地上的腐生植物也特别的发达。这是因为这里的植物生长快速，落叶量大，使这里的地上常有一层很厚的落叶层。这层落叶加上不时倾倒的树木，造就出了腐生植物优良的生长环境。在园区中，因为遍布大块的珊瑚礁，这些珊瑚礁也和季风气候一样，直接影响了植物的分布。在珊瑚礁岩块上，我们能发现到一批植群似乎生长得特别良好，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植物群落。这批植物我们就称它们为原生高位珊瑚礁植群。这个植群有哪些成员呢？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认识吧。在珊瑚礁上常见的植物
有柿子的亲戚黄心柿，以及俗称为台湾黑檀的毛柿生长着。另外，生有板根的大叶山榄，以及色月榕，也是这里常见的优势植物。此外啊，礁岩上我们还能发现到有青红，以及喜欢生长在礁岩顶上的红柴，还有这里最具特色的白榕，也都是珊瑚礁区域的优势植物呢。这些珊瑚礁植物为了适应这里缺水缺土的环境，演变出几项共通的特色，也就是这些植物的叶片大都肥厚，表面呢充满蜡质，使水分不易蒸发。另外呢，它们的根部固着力都很强，能深入珊瑚礁的缝隙中吸收微少的水分。就是因为有这些特性，使它们能生活在其他植物无法生长的珊瑚礁区，成为这里最优势的树群了。好啦，小皮，看到这里，你应该对这里的植物特性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咯，你也觉得它们很特殊吧？哦，特殊特殊，嘿，值得小朋友们亲自来看。可惜啊，小朋友是进不来的 ，No way。没有关系啊，其实啊，我们介绍的这些生态特性，在森林游乐区中一样也可以观察到的，不必特别跑到这里面来看，知道吗？哇，上当上当，森林游乐区就可以看到，那干嘛我们要跑得这么累呀？吼吼！哎呀，这当然不一样喽，我们到这里来看啊，才能更深入地观察到一些现象，因为我们毕竟是做研究的嘛。哎，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皮博士不是干假的嘞。不过啊，除了小朋友之外，即使是一般人也最好不要到里面来参观哦，因为啊，这里虫蛇出没，危机四伏，而且呢，不机不明，容易迷路，对一般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哦。哎呦，说得我心跳跳，哎呦，好可怕哦。好了啦，有什么好怕的？接下来啊，我们就是要去观察他们的，我还怕他们等会不肯出来呢。啊，那就是说，接下来要去找那些恐怖的动物了。哎呦，完蛋了。好了啦，别给了，节省时间，接着啊，我们就到那边去找找看生活在里面的动物吧，走。好吧，那我们就走吧。热带季风林下的生态世界可说是极为多彩多姿，这里呢可划分为许多栖息空间，而不同的空间中有着不同的动物活动着。在树林上层，林荫茂密，各种会飞翔的动物，如蜻蜓，会在树冠之上群聚在一起，拦截捕抓过往的昆虫为食。它们啊，通常数量很多，但是只聚集在一个区域之内争食，这和另一群在林上会出现的昆虫蝴蝶就不尽相同了。蝴蝶们喜欢东游西走的，在林顶上扫花吸食，一下子上一下子下，行动飘忽，一会儿聚在一起吸蜜，一会儿呢又分开不见踪影，行动啊常常是独来独往，不喜欢聚集成群。在树层上端，偶尔我们还能见到如台湾猕猴以及松鼠等哺乳动物出现在林间，另外一些鸟类如五色鸟也很喜欢在树顶部分活动。五色鸟不论在早上、黄昏，甚至啊炎热的中午，它们都喜欢站在树上活动，不是找寻一些虫果为食，就是高声鸣唱。但是啊，它们的羽色隐蔽效果良好，在林间鸣唱活动时，我们都是只闻其声而不见其形的。
喜欢在树梢上活动的鸟儿还有非常多种哦，像红嘴黑杯就是另外的一种。红嘴黑杯喜欢三五成群的出现，所到之处啊都是喧闹不已，吵得让人不发现它们也难呢。它们是森林中最常见也最活跃的一种鸟儿。认识了树上活动的生物之后，接着我们再来认识认识一群在地面活动的生物吧。热带季风林区的地表堆积了许多落叶以及腐木，因此啊成为了许多以腐木为食的生物它们的觅食天堂。像白蚁就是最常见的一种以腐木为生的昆虫，白蚁喜欢在腐木上修筑土质的隧道，建立一个完整的交通网，四通八达的通往腐木的各个角落。他们所建立的腐木王国最怕的就是在地上游走寻觅的极地细蚂蚁。这种蚂蚁呢生性凶猛，一见到有白蚁的踪迹啊就会发动攻击，倾巢而出包围敌人，而后一举歼灭。他们除了会捕食白蚁之外，同样的还会用相同的方式攻击蚯蚓以及马鹿等腐食生物。所以说这种蚂蚁啊可说是腐食生物的终结者咯。但是啊自然之中强中自有强中手，虽然这些蚂蚁很厉害，一旦遇到一种刺春象，它们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呢。刺春象会运用背在背上的蚂蚁尸体引诱它们的同伴到身边来，一旦其他蚂蚁接近时，它就会发动攻击，将蚂蚁擒获再加以吸食。吸食后的残骸啊还会把它背到背上当作伪装，跟从功夫堪称一流哦。森林底层的生物生存竞争就是如此的激烈，在这里其他各类生物好比一些节肢动物，如游猿、蜈蚣，一些软体动物如瓜牛，一些陆生甲壳动物如鹿蟹以及寄居蟹，还有爬虫动物如锦蛇等等，都和这些昆虫一样努力地在这片林中为生存而奋斗。而它们之间也因为互相捕食的关系联系成一个牢不可破的食物链，成为热带季风林中印象最值得我们研究的主题咯。好啦小皮，看完了植物认识了动物，你呀应该对这片植物园中的生态保护区中的生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了吧。哦，有了有了，当然有了。哦，不看不知道，看了以后才知道原来这片森林这么特殊，这么值得我们去观察与研究啊。是啊，不过啊因为季风林的树木不够高大，使得许多国家呢认为它没有经济价值，因而纷纷砍伐原生树种，种植具有高经济价值的树木取而代之了，使得全世界的季风林啊都日益减少，造成了极大的危机咯。哇，那还得了，这样不就会有许多生物也会跟着大量消失了。哦，好惨哦。是啊，不过很庆幸的我们台湾这片季风林啊在各方积极的保护下没有遭到人为破坏，依旧茂密茁壮，伴随着我们一起成长呢。嘿，这个好，如果啊真有人想要去破坏它，我一定会到警察局去检举它，把它给关起来。好啦，环保尖兵当你莫属啦。嘿，那是当然的啦。小朋友，我们连续两周为大家介绍了恒春热带植物园，让大家更深刻地认识了园区内珍奇可贵的生态世界。
下回你们来这参观时，可别只记得到游乐区去玩，而忘了到植物园去走一遭哦。这样的话，可说是入宝山而空走回，是多么的可惜啊！好啦，我们下周再见喽，谢谢，再见。